生的时代，我去爱着一个查某。自从做伙了后，我是逐天拢感觉足烦恼啊，烦恼东哥，烦恼西，烦恼伊敢会去爱着别人。希望伊会当对遐查某讲你爱的人是我。哪里呢？我最喜欢的看卡通，在我大汉了后，我嘛逐天下班拢去看卡通啊。在我细汉的时阵，我拢想要家己吃做电视内底卡通人物。在我大汉了后，我才知影，恁拢看我亲像卡通人物。
金曲新人茄子蛋，哇耶！谢谢，这十分钟的主曲呢，实在是太过瘾了，对不对？好，再一次跟大家问候一下，大家好，我们是茄子蛋，是，对。那阿斌，帮我们介绍一下你的团员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我左手边这位是我们的吉他手阿任，阿任，然后我们后面这位是我们的鼓手小赖，
小赖，小赖。然后这边这位是我们的吉他手阿德，阿德。然后这边是我们帮我们来帮我们弹的朋友庞杰，庞杰。我是主唱阿斌。耶、yes. ，我们是茄子蛋，那个很可爱。茄子蛋哦，之前呢、啊，在我们最强音的记者会上说，这是他们第一次参加电视台的活动，真的真的哦。MTV， 我相信对你们的成长来讲，应该有一些、哦、好重要的一部分、啊哦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所以今天能够参加我们 MTV 最强音的感想是什么？我今天。哎呦，这样讲就对了，我觉得讲太多都没有意义哦，好爽，好爽，对，而且啊，那个刚刚这一段是不是为了今天的表演特地设计的？准备的，特地准备的，对对对，希望能够给大家一个很棒的一个开始。嗯，那因为今刚刚只有一个十分钟的主曲，我觉得大家一定听不够。对，所以待会有没有什么小小的那个？因为那一天我们记者会上有问一些说有没有什么特别的，阿斌有没有先透露一点点？我们最后面会有一首歌是需要互动，希望大家跟我们一起唱。OK， 好，好，耶、yeah, ！欢迎回来，我们 MTV 的最强音。是的，接下来呢，刚刚阿斌有透露了，待会最后一首歌，所以大家一定要把那个时间留到最后了，好不好？对，没错。而且呢，随着这个茄子蛋的登场呢，我们现在网络上收看直播的人也越来越多了。对，耶、yeah ！谢谢，谢谢。好，接下来继续把舞台交给茄子蛋，欢迎。好，我们带来我们下一首歌。Ba-b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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
喘气。谢谢。哎，对，哎，刚刚这首歌算是献给现场跟看直播单身的朋友们，对不对？对，是献给你们单身的你们的。你们单身吗？好，要加油哦！要加油好吗？要加油。但是我想问一个问题，因为接下来要那个七夕情人节了嘛，你这样不是不能问他有没有单身，你有没有要去哪里玩？我还没想到哎，给大家一个建议，对，有没有什么建议？如果要约会的话，你会想去哪？什么时候啊？哎，再过七天呢？啊，哦，那我们刚好19号在那个台北河岸，台北河岸有个演出，希望大家可以一起来玩。对，来来来，小赖也来，阿德也来，有茄子蛋的成员都在现场。对对，还是你们四个会一起？哎，你们情人节应该会一起过，对不对？我们都每次都一起过，跨年都一起过。因为你们要练团，对不对？跨年一起过，过年一起过，情人节一起过，端午节一起过，中秋节一起过。真的，真的，真的。对，感情好，因为感情很好啦。哎、欸，但是呢，金曲奖对你们来讲真的太不一样了。得奖之后，最佳新人、最佳台语专辑，对不对？有发现这个开始有一些不一样的事情变化吗？不一样的地方都在于，觉得做音乐好像可以比较踏实，比较踏实。因为以前会很担心说自己还可不可以继续做下去，因为家人的担心或是自己对自己的压力。嗯，当然现在就会觉得说我还可以再试试看。对对对。那我今天看到啊，不管是小雨的歌迷，还是萧秉治的啊，还是李玉玺的，还是书豪的，我告诉你们，他们的立牌翻过来全部都写茄子蛋。对对，所以呢，原来大家可以大合唱是有原因的。对，像刚才那首歌，已经很多人会跟着一起唱了，超开心的。对啊，那走在路上呢？走在路上有没有人越来越认出来你们这样？我觉得好像没有，希望大家以后在路上多认出我们。有是不是？你说刚刚在楼下的时候是吗？哦，怎么可能？还是走在路上，大家看到你啊，失主。对，但是因为茄子蛋真的是一个算是非常辛苦，然后一直走到今天的这个乐团。对啊，那在金曲奖上说啊，终于找到工作了，对不对？哎，名言呢这句话，对，所以他曾经哦，是不是你们有过很多就是辛苦的经验这样子？辛苦，每个人都辛苦啊，只是我们要克服他们。对，我觉得每个人这是每份工作都是非常辛苦的，想要得到走到达到自己的目标，都是要去过走过一段很艰辛的路，要一些时间啦。真的，真的，对对对对对。所以啊，在这个可以算是现在成名了啦，比较有感觉到做音乐这个事情踏实，有没有去 check 一下那个《龙柱回逃》啊？这首歌现在在网路上已经有多少点击率了？我们来阿任讲一下，来，阿任，2100万，哎、欸，掌声鼓励一下。而且，对，就我所知，今天茄子蛋啊，我们当然有很多很多歌迷喜欢他们之外，其实最最最主要的是我们 NTV 的监制指定一定要茄子蛋来到我们 NTV 最强音的现场唱歌给所有的粉丝朋友听，是，所以大家真的非常非常喜欢你们，希望你们下一届的金曲奖也可以再入围更多的奖项，好不好？好的，所以呢，茄子蛋继续尖叫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准备回到现场，那也请我们的阿热、阿德还有小赖回到他们原本的位置上，接下来就一样中间交给我们的阿斌。欢迎回到今天 MTV 最强音，欢迎回来。接下来下一首歌，这首歌刚刚我们有讲到点击率非常非常的高，是哪一首歌呢？龙柱回头，那我们就继续把现场交给我们的茄子蛋，欢迎。我不想，为什么？我想要在台上唱这首歌。外头主持人比较失控一点、啊哦，可以一起唱吗？可以一起唱吗？欢迎茄子蛋啊，欢迎欢迎。那我们希望大家都跟我们一起唱。分一支一支一支的点，酒一杯一杯一杯的打。请你爱体谅我，我酒量无好，莫甲我创空。时间一天一天一天在走，汗一滴一滴一滴在流。有一天咱拢老，带某囝到天。
怎回答？董志伟。是龙珠回头。我们的最后一首歌，既然今天都是最后的一首歌了，整个演唱会这一首歌，希望大家都把最后的体力都用完 ，OK 吗？如果你们喜欢这首歌，可以跟我们一起唱，只要唱哦哦哦就好了。这首歌是我们有名的一首情歌，叫做《把你的女朋友送给我》，好不好？来哦！哇！
好丑。你到底凭什么？我心里好难受。其实不坏，长得也比你帅，你女朋友好辣，飞到最不意外，你的女朋友送给我好不好，你的女朋友送给我好不好，刚是属于这首歌比较浮夸的部分，我们现在来唱一点比较内心的部分。我常常唱到这里都会情不自禁的很生气。我相信一定不止我一个人这样想，我看到你们在一起我就不爽，是否只想来到 MTV 最强音演唱会，我们是茄子蛋，谢谢你们，也希望你们把最后的力气拿出来，这是我们最后一段了，大家一起玩，开心的度过个夜晚，谢谢你们。哇，我们 see you next time， 谢谢。